荷兰风景。荷兰是一个美丽的国家，拥有独特的风景和文化遗产。以下是一些荷兰风景的例子。一、阿姆斯特丹。荷兰的首都阿姆斯特丹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以其历史建筑、运河和博物馆而闻名，可以步行或骑自行车欣赏这个城市的美景。二、风车村庄。荷兰拥有许多保存完好的风车村庄，其中最著名的是科肯霍夫 Kinderdijk， 这里有19座风车，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三、阿姆斯特丹花卉市场。荷兰以其色彩斑斓的鲜花而闻名，阿姆斯特丹花卉市场是一个可以欣赏到荷兰花卉文化的地方。四、荷兰海岸。荷兰拥有一个美丽的海岸线，沿着这个海岸可以欣赏到美丽的海滩、沙丘和海洋景色。五、四月的郁金香花田。每年四月，荷兰的郁金香花田会盛开，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自然景观，可以在库肯霍夫、莱顿和海牙等地欣赏到。六、荷兰的运河。荷兰有着举世闻名的运河网，阿姆斯特丹的运河是其中最著名的，可以乘坐游船欣赏这些历史悠久的运河。七、荷兰的博物馆。荷兰有许多博物馆，包括英荷博物馆 Rijksmuseum、 安妮弗兰克博物馆 Anne Frank House 等，这些博物馆展示了荷兰的文化和历史遗产。八、荷兰的城堡。荷兰有许多美丽的城堡，包括梅斯达格城堡 Muiderslot Castle、 克鲁涅伯格城堡 Kranenburg Castle 等，这些城堡展示了荷兰的历史和建筑文化。九、荷兰的自然保护区。荷兰有许多自然保护区，包括德维尔特 de Wereben 和布雷达森林 Breda Forest 等，这些地方可以欣赏到荷兰独特的自然风光。十、荷兰的小镇。荷兰有许多美丽的小镇，如乌特雷支 Utrecht、 哈勒姆 Harlem 等，这些小镇保留着荷兰的历史和建筑风格，值得一游。十一、荷兰的美食。荷兰美食有很多特色，如荷兰奶酪 Dutch cheese、 荷兰豆汤 Dutch pizzoup、 炸鱼薯条 Fish and chips 等。同时，荷兰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花卉出口国，这里的鲜花和糕点也很有名。十二、荷兰的音乐。荷兰有着丰富的音乐文化，荷兰歌曲、舞曲和电子音乐在国际上也很有影响力。荷兰的音乐节如阿姆斯特丹音乐节 Amsterdam Dance Event 也是国际上非常著名的音乐活动。十三、荷兰的自行车文化。荷兰是自行车文化的代表国家，这里有数以万计的自行车道，骑自行车是荷兰人民的一种生活方式，也是欣赏荷兰美景的最佳方式。十四、荷兰的水利工程。荷兰人民与海洋的长期斗争也促进了荷兰的水利工程的发展，这里有许多海堤、水闸等水利设施，其中最著名的是兹德尔海堤 Zuiderzee Works， 这是一项大规模的水利工程，改变了荷兰的海岸线和水文环境。十五、荷兰的艺术。荷兰是欧洲艺术史上的重要国家，这里的荷兰黄金时期 Dutch Golden Age 留下了许多著名的艺术作品，如荷兰画家弗兰斯哈尔斯 Frans Hals、 伦勃朗 Rembrandt van Rijn 等，这些作品现在可以在荷兰的博物馆中欣赏到。这些是荷兰的一些独特特色，可以让游客了解到荷兰的文化、历史和风土人情。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荷兰都有许多值得探索和发现的地方。